身穿泰雅族传统服饰，30位桃山国小学童带来深山中最纯粹的歌声，征服双十国庆。五峰乡桃山国小合唱团成军20年，以天籁美声扬名海内外，在县内和全国性音乐比赛中屡获佳绩，更曾经荣获第18届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。首度参加全国性演出，小朋友显得相当兴奋。我穿着那个我们家乡的衣服，然后来唱国歌，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。很开心来总统府唱歌，然后也谢谢邱金纯县长让我们来这边唱歌，很开心，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睡不着啊。透过这样子多元的展能呢，我们希望能够增加孩子找到生命中的亮点，也能够创造生命中高峰的经验。邱县长和副县长张仁香特别准备小礼物北上为小朋友加油打气，小朋友也送上手工卡片表达感谢。亲爱的县长，谢谢你让我们到总统府去唱歌。好，很好很好，唱歌唱得很好。我们盐乡小朋友们歌声嘹亮，精神可嘉，同时唱出中华民国的希望。纯真又富有层次的歌声成为全国注目焦点，行销明年的台湾灯会，每位学童身上也别上了2013台湾灯会在新竹县 logo 胸针，要邀请大家明年来赏灯会。明年灯会要来看我们哦。纵使地处偏远，这群爱唱歌的孩子们用热忱唱出动人乐章，不仅为原住民再度发声，更让全世界全台湾在国庆日的这一天更加认识新竹县。1 2 3 6 4 5，那黑彩绘的门面统统送给你。